嗯，咱们海边长大的孩子小时候都喜欢玩啥？哎，那就是打地鼠了，整齐的放好，然后找铁锹啪啪啪拍进去。屏幕那边的你有这样玩过吗？玩过的扣个一，没有的扣个二。来都来了，那就给个双击呗，加关注，带你赶海体验渔民生活。来吧兄弟姐妹们，不知道是咱家哪位老铁给我带来的勇气，让我花掉了一个月的零花钱买了这只大螃蟹，拍了这个视频，不知道能不能换取咱家老铁给我留下一个双击。嘿，如果可以的情况下就给我留一个吧，啊，关注我，看我赶海直播。来吧兄弟们，有个不锈钢盆还有一个不锈钢管啊，私信我说让我拍一个八爪鱼放在雪地的视频，并且是在沙滩上的啊，让我光着脚丫子点点啊，啊我点都点吧，天太冷了。他因为说我抓不到东西了，因为天确实是很冷啊，要双击太难了，老铁们能不能给个双击呢？真冷啊。来吧兄弟们，好多老铁都私信我说还想看一下这个猫耳朵怎么挑选，上次的方法呢被老板追了好几条街，这次你带个小筐去就可以了，选大只的，然后把沙子都涂干净了，你放在筐里啊就晃呀晃呀的话，就水就都没了啊。有老铁学到新知识以后呢，反手就是个大嘴巴。有的时候我很羡慕那些大网红，给别人出去一个视频就有成千上万的小红心，不像我们拍的再怎么好，想要一颗红心的话真的是徒手摘星一样，真的好难好难啊。这个大八爪鱼曾经也是一个网址，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一个红心，可以关注晚上11点直播。